哎呀，这个亏的亏多了，这个赔的更多了，蹄子太长了，看俩前蹄儿，一尺长的大蹄子俩，犟啊，这个驴好犟啊，看到没有啊？这是俩后蹄儿也长了，看一看，先拧上鼻子啊，这驴不太听话，看着挺年轻的，哎呦，老驴啊，几岁啊这是？骆驴骆驴。 七口了吧，这是。哦，七口。哎呀，这个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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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
哎呦，再来一刀，越这样的越好切，知道吧？它又不卷，掉喽。哎呀！看看这俩朋友们，亏多了咋弄？就是的，看到吧？嗯，往这两边儿挨着点儿，都过来。你不能。这是刚切的，两天亏64斤。这是修好的，朋友们，看看怎么样？漂亮的很了啊！旁边那个还没修呢。哎，好好听听。哪个点？四呀，不是焊焊了之后，然后你等一下呀。吃完，看着。我以后你听我一说，人家老先生死了可才喊的说，国庆老先生国庆哟，你喊的干净。你要不要？
吃一块钱没有？来来，帮忙拾盲子，把你考虑拾盲子，过过过，真的过过，来来来，没，十几块钱，你坐到那边，谁拿一块？十几块钱，哎，可不没，没考开照，这也开不了照，那不，开照开照没了，好给你餐厅去。这得喝多钱啊？大，做一个，来来来来来，拿个锅来，来那把吃。哎呀，哦，十九块你还不给你四两了？修好了，看看。看看俩前蹄儿啊，看看，漂亮了。之前是这样的啊，朋友们知道吧？之前是这样的，现在成这样的了啊，漂亮了吧？走走走走。哎呀，走路也不会走了，不会走了，一会儿就会了。走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多走走，习惯习惯，好不好？多走走，习惯习惯啊，好不好？这边得走，你知道吧？这驴多少斤呢？500多斤。600斤。这长得长800多斤了，这个。这是后天儿。什么时候闹了个这儿？还那买吧，这早就有。我没见过，没用过。有，拖在这个这料里。对。老头儿，还有多少驴呢？还不错，8万。俺那家，我回去咱就联系联系，就是不去了就停了呗。不是接？你别说接啊！去年那时候行，18块多。我给他说一声，好了。这劲儿的，这你要多少斤？是吧？没得多少，我看了都数。快！我光抬他，你怎么着啊？
耗点再说，耗点我过去。行，不用。啊。鱼不鱼啊鱼啊鱼不鱼啊啊鱼鱼不得你了，我这太容易了。